第四个讨论的提纲大概就是说这个道路计划开辟的期间的话，然后周边的居民大概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行动处就是说到时候你们工程车的话是从大道路这边进出吗？还是说直接从管制管理就进出？谢谢。目前因为现在我们厂商也还没有知道哪一家嘛，那基本上他们的施工计划也还没有送啊。那原则上的话， 我们还是会从既有的出入口，就是在大道路这边。那施工期间，我想刚有特别在强调，其实都是在一个固定一个范围里面施工嘛，那只要附近民众他不要说随意跑进工具，事实上说对大家影响，就是在出入口的地方，出入口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工程车会进出了，那有时候就是我们 可能说混凝土车啊等等这些，他们在进出的时候，那我们在施工期间也会要求厂商做好这些交通维持啊，那增派这些交通指挥人手来针对这个出入口的地方来加强一些对民众行走上的一些安全维护了。那可能就是，那我们也没有规划夜间施工了，所以说在夜间上也会去打扰到各位乡亲的生活起居了。 那大致上都是在白天施工这样。以上说明一下。好，谢谢新工处。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说就进到我们那个 Q&A 的时间了，那就是一个人三分钟的时间。